各位觀眾，你哋好，我識新香時間又到啦喎！大家好，喂，李道雄啊，我想問你樣嘢啊，點啊？呢排你咪飲得湯水多啊？湯水啊，阿鳳啊，湯水兩種喎，你問邊種先？乜有兩種嘅咩？梗係啦，嗱，一種湯水咧就係正正經經飲嗰啲咧，另一種咧就所謂去二奶度飲湯啦，就係唔正經嘅。所以話咧，你唔正經嘅問我啲唔正經問題，我梗係問你啲正經嘅，我係飲啊，即係正正經經嘅湯水啊。咁咧，我呢排飲啲湯水的確好特別嘅，就同普通唔一樣，有益有建設性嘅。哇！唉，李道雄，你究竟飲咗啲咩湯水？係咪補壞咗個腦先嚇？真係講嘢咁離譜嘅，咁大口氣嘅。係啊，我都發覺好大口氣啊！可能飲咗啲湯嚇，我唔理佢女朋友煲嘅湯咧係用啲咩材料嚟煲啊，有冇功效都唔理啦。只不過咧，我諗咧，因為女朋友煲嘅零食好飲啦，咁所以李道雄咧心理啊同埋生理咧都好似有咗幫助喎嚇。咁你咁講咧都幾啱噶啦！我飲啲湯水的確女人煲嘅，而且個女人同我住埋一齊。唔使緊張，我媽咪啫嘛。咁啲湯水係媽咪煲俾我嘅。阿鳳啊，你係女仔啊，咁而家秋天啊最好進補，所以我諗你咧一定有啲好介紹啦，係咪？係啊，介紹就會有，但係咧，如果你問我心得咧，我就唔講得。只不過我覺得咧，冬天嚟講，對於女性嘅皮膚咧比較容易啲有損害，因為咧冬天零舍凍啦、乾燥啦，咁啊容易啲爆擦同埋衰老嘅噃。嗱，對講到即係對於呢個女性嘅滋補妙品咧嚇，我知道中藥入邊咧有一種補品咧係對於女性嘅乾燥皮膚啊或者係皺紋咧係好有幫助嘅噃。啊，我知道你講咩啦，你講緊雪蛤膏咧。咁冇錯啊，雪蛤膏咧對於女性嘅皮膚嚟講實在好有幫助嘅，因為雪蛤膏啦含有大量的蛋白質、脂肪質和個膠質的、所以蛋白質的用處呢就可以幫助你發育的，不過是初度發育，不是再度發育。第二呢它可以開胃啦，增加你的食慾啦，另外還有健脾的作用的、不過這樣李道雄，你有一件事不知道，就是對於那些肥胖的人呢或者是對於那些血壓高的人呢就不太適合、就是、食用的了、說回雪蛤膏，鳳華考考你，你知不知道雪蛤膏是一種什麼東西來的？哎呀，想考我，好在我資料係啦，我資料足夠，我攞你俾睇先啦。嗱，而家帶咗啲雪蛤膏嘅樣板俾你睇下咧，就係呢啲啦，乾嘅呢啲，你哋浸下佢嘅。其實雪蛤膏嚟講咧，佢係一種樹蛙嚟㗎。咁呢一種嘅樹蛙咧，喺秋冬期間咧，佢就會冬眠㗎咯噃。咁佢喺冬眠之前咧，佢就會咧即係用個口啦，就噴一啲咧比較係有啲膠狀黏黏黐黐嘅咁嘅膏狀嘅嘢咧嚟包住自己㗎。咁用意咧就係愛嚟咧，佢冬天咧愛嚟保暖啦。咁同埋咧亦都係佢冬天嘅食糧嚟㗎噃。嗱，你哋知唔知道樹蛙其實咧同一般嘅青蛙係唔同噶？佢又唔係話夾拐咁樣樣嘅，佢其實係一種比較肥啲嘅，好似青蛙狀咁一種好得意嘅。佢係咧就住喺樹附近嘅，即係佢自己挖咗啲巢穴嘅。咁同青蛙喺田邊就唔一樣啦。咁另外咧產量好稀少嘅，所以啊非常之珍貴下。冇錯啦。嗱，咁至於雪蛤膏嘅煮法咧，通常有。嚟講咧就係有兩種嘅，一種就係甜嘅食法咧，一種咧就係鹹嘅食法啦。鹹嘅食法咧，通常人哋係會用嗰啲雞肉咧、瘦肉咧、原貝咧、防擋啦，同埋杞子啊咁樣咧，就愛嚟煲湯嘅。依種係鹹嘅食法啦。咁另一種甜嘅食法咧，就會愛嚟燉冰糖嘅喎，雪蛤膏燉冰糖嘅喎。嗱，講到養顏滋補嚟講咧，我覺得當歸咧都有幫助嘅噃，因為當歸咧可以咧嗱補氣活血啦、調經止痛啦。如果你嘅人咧比較係膚色黃啲啊，或者係瘦削或者頭暈啊，都好有幫助嘅噃。係講起上嚟，當歸就係一種非常之多功效嘅藥材啊，而且佢配合好多嘢嚟煮嘅。不過我而家計上咗好簡單嘅，而且好有失效嘅，就係當歸藍棗茶。大家睇睇我哋熒光網就介紹緊嘅，就係當歸藍棗茶嘅材料就係當歸一兩啦，藍棗啊二兩啊，咁啊仲有天麻八錢，咁啊雞蛋兩隻，咁啊一齊放落個電子瓦餐度，加四碗水，咁煲4小時都飲就得噶啦。大家再睇到我手上咧就拎住啲當歸啦，呢啲就當歸頭啦。睇得好清楚啦！嗱，講開女性嘅補品嚟講啦嚇，咁我知道有一種女性嘅補品咧，對於女性嘅即係美容嗰方面好有幫助。你知唔知係咩啊？鳳燕窩啦，唔使講嘅。大家都可以睇見啦嚇，我攞俾大家睇睇。嗱，呢種燕窩咧，佢原產地咧就係有分係喺呢個越南咧、泰國啦同埋印尼嘅。咁佢咧就係一種叫做金絲雀嘅金絲燕嘅燕子咧嚇，佢嘅唾液咧就分泌而造成呢個燕窩嘅噃。冇錯啦，其實對於燕窩嚟講咧，我都略識一二啊，因為咧我自己都成日燉燕窩飲啊。咁燕窩原來咧喺醫學界嚟講，佢哋分析證明咗咧，燕窩咧含有大量嘅蛋白質㗎。咁而且咧，燕窩有多種維他命啦，而且仲有好多鈣磷等等嘅礦物質，個對於女性皮膚或者男性都好啦，非常之有效㗎噃。
嗱，燕窩咧就係即係對於女性咁好啊，但喺燕窩入邊咧都有分一種叫做極品嘅燕窩啊，即係好即係功效好高嘅。咁就係咩咧？就係呢種咁嘅血燕啦。啊，大家可以睇清楚。咁呢種血燕咧，亦都係由呢種金絲燕嘅唾液度分泌出嚟嘅。咁啊，講起呢個點解佢會紅色嘅咧？點解叫做血燕咧？咁其實係咁樣噶，阿鳳，因為呢種燕子咧都好慘啊，好辛苦，工作都好辛勞啊。當佢築巢嗰陣時咧，要分泌呢個唾液嗰陣時咧，就可能辛苦得滯啦，分泌得唔夠啦，咁咧就會連到嗰啲血咧都一齊咧，就連埋啲唾液咧一齊咧吐埋出嚟。哇！做到嘔血。係啊，做到嘔血啦。咁所以咧，佢嗰個燕窩嘅即係嗰啲唾液咧嚇，都會變成咁樣紅色。係喎，呢啲叫做血燕啊。哦，全部血。好珍貴嘅。好有益啊嚇！咁嗱，講到燕窩嚟講咧，我可以介紹大家咧就煮一個咧燕窩水鴨湯嘅喎，實在好有效嘅。大家睇睇呢個材料嗱，就係咧呢個水鴨一隻啦，燕窩就一兩半啦，瘦肉就五兩，原肉咧就五錢，咁至於呢個薑咧就幾片，咁咧就擺落去燉咧，燉佢大概咧三個鐘頭到咧就可以噶啦。咁啊，燕窩大家都識得煮啦，最緊要佢煮之前咧就浸到佢咧鬆散為止啊，洗一洗之後咧開始就可以燉噶啦。係啊。咁啊，燕窩咧嗱，除咗係正話你哋所講功效咧，仲有幾種特別嘅情形嚇。咁啊，阿 Robert 啊，你又介紹下另外一種煮法睇睇好唔好？好啊，嗱，燕窩咧其實係一種甜嘅食法咯，就係燕窩燉冰糖啦。咁佢個做法咧就係燕窩咧就一兩啦，冰糖咧就係二兩啦。咁呢個鮮奶咧就係適量嘅。咁個做法咧就係將呢個燕窩咧就擠入一個盅入邊咧，就加入八碗水啦。咁跟住咧就將佢放喺一個電子瓦鏟入邊咧，就大概係燉兩至三個鐘頭。咁將佢燉到差唔多好嗰陣時攞翻出嚟咧，就加入呢個鮮奶同埋呢個冰糖咧，就將佢攪勻咧就可以食得噶啦喎。嗱係啦，我就要補充正話我所講嘅燕窩，除咗話補血養顏之外，你知唔知佢有咩功效咧？就係病後啊，調整你嘅體力，同埋你醫糖尿病啊，甚至乎高血壓都有功效嘅。咁好多人都唔知嘅呢樣嘢。咁好啦，講完燕窩咧，就我要講講一種叫做純動物性嘅補品啊。因為正話你哋講緊嘅咧，全部都唔係純動物性嘅。咁啊，純動物性嘅補品對於女性嚟講非常之有功效嘅。咁我介紹第一種咧，就叫做烏雞啦。喂，李道雄，你講咁耐，即係甚至乎我哋兩個講咁耐都好啦，都未曾真真正正有個湯水俾人睇噃。哦，咁你又唔使心急嘅阿鳳啊，因為我先一排咧就拍咗呢個烏雞即係燉湯嘅材料俾大家睇嘅，一齊睇睇啦。嗱，呢一款酒燒烏雞嘅補品咧，佢嘅功能咧係能夠補血咧、開胃、益脾胃。補氣血同埋咧係驅風嘅喎，嗱，同大家介紹一下佢嘅材料啦。嗱，佢有烏雞一隻啦，咁另外仲有淮山啦、北芪、當歸、野山嘅人參同埋杞子嘅喎。嗱，佢嘅做法咧就係首先將以上咁多嘅材料咧嚇，先將佢熬湯，大概係熬五個鐘頭啦。嗱，將呢啲咁嘅材料熬湯啦。咁跟住咧，就會將呢啲已經預先斬碎咗個烏雞咧，擠喺一個煲入邊。而煲入邊咧，就會擠咗一啲咧，放咗一啲係日本好出名嘅sake酒咧。咁啊，會用一支火柴咧，將嗰啲酒精先揮發咗佢先。咁然後咧，就會將呢個已經熬好咗嘅湯底咧，就倒埋落呢個煲入邊。嗱，然後咧，再用個蓋咧冚住佢，大概係再煮多五分鐘到啦。嗱，佢煮緊嗰陣時咧，我哋遠遠已經聞到嗰啲藥材味嘅喎，非常之香嘅噃。嗱，而家已經係經過五分鐘已經煮好啦。嗱，你不但只可以飲佢個湯底咧係好有益之外咧，嗰啲烏雞咧你亦都係可以愛嚟食用嘅喎。如果大家對呢個材料咧唔係好清楚嘅話咧，我再同大家介紹多一次啊啦。嗱，佢個材料咧就係呢個日本清酒啦嚇，根半啦，當歸三錢啦，杞子少許啦，呢個淮山五片啦，北芪四片啦。做法咧就好似我哋頭先介紹咁樣做法就得噶啦。啊 ，Robert， 我服得你好緊要。啲咁女人嘅嘢你都咁清楚，你就嚟變女人㗎啦！喂，你同呢一樣嘢你講錯咗啦。其實呢啲湯咧冇話特別分話男飲啊定係女人去飲嘅，只不過咧有啲人冇得飲咧就無中生有啫。我真係唔係幾順氣啦嚇！你話而家呢個環節係介紹女性嘅湯水啫，咁下一個環節咧就會介紹我哋男性嘅補品啊嘛。你點解咁心急咧？下一個環節我哋再見啦，一陣見。
峰啊，正話咧，你哋介紹咗好多款女士嘅補身妙品啊，咁對我哋男士嚟講唔公平。你而家有冇咩好嘅男士補身妙品介紹下？唉，李道雄，你問阿鳳啊，真係賺多餘啦。因為點解佢身為女性啊，點知我哋男性需要啲點樣嘅補品咧？咁講開男性嘅補品嚟講咧嚇，最緊要就係健體強身咧，同埋補氣啊、補血咁樣噶嘛。哇，係 Robert， 聽你咁講，你好似好有心得喎，知道男性嘅補品咧係點樣樣嘅喎，有咩好介紹啊？咁當然有好介紹啦。嗱，呢一樣補品咧就最啱你。多紅色的啦，咁係咩補品咧？就係五蛇啦。咁究竟五蛇係乜嘢嚟嘅咧？一齊睇睇先啦。五蛇之首嘅咧就係眼鏡蛇啦。嗱，大家睇見佢而家幾威武，不過佢咧就已經俾人剝咗毒牙啦，想話再威都唔得嘅嘞噃。嗱，第二條咧就叫做金腳帶啦。金腳帶咧本係夜行蛇，即係夜晚就威啦，但係日頭咧就好文靜啊。你而家睇睇佢喐都唔喐嘅。嗱呢條咧，睇下你哋睇下幾生猛，仲扎扎跳嘅喎，就係呢個嘅過樹蓉啦。你哋唔好睇佢咁細條啫噃，如果整五蛇羹啊，同埋三蛇膽咧，冇咗佢都唔得啊。嗱，而家睇見呢一條咧嚇，喺佢身上面有三條好明顯嘅花紋喎，咁佢咧就叫做三索線啦。而呢一條美麗的花紋咧，就係呢個嘅百花蛇啦。雖然我就好怕蛇，但係咧睇佢啲顏色都唔錯。嗱，各位觀眾唔好誤會啊！我哋介紹五蛇點解無端端出咗六條咧？原來呢條蛇王嚟㗎，原來有成廿幾歲嘅，啱啱剝咗牙，仲有啲牙血添。嗱，睇完五蛇之後咧，而家就介紹呢個五蛇膽啦。嗱，上面呢三個咧嚇就係眼鏡蛇嘅蛇膽啦、三索線嘅蛇膽啦，同埋過樹蓉嘅蛇膽喎。依兩個咧嚇就係呢個金腳帶咧同埋百花蛇嘅蛇膽嚟嘅。嗱，加埋咧就叫做五蛇膽咯噃。講完五蛇之後咧，就講下佢哋嘅功用啊。嗱，咁蛇肉嘅功用咧就可以驅風啦、凝神、補氣血，而且咧仲可以配合埋咧呢個雞絲啊、鮑魚啊、魚絲同埋木耳，五蛇咧就可以成為呢個太子五蛇羹啦。係啦，咁蛇肉咁多好處啊，蛇膽嘅作用仲大添。嗱，蛇膽功用驅風化痰、去急性啊、慢性嘅風濕、去虛火同埋止頭痛添嘅。嗱，眼鏡蛇咧就擅長驅人體中部之風咧，金腳帶咧就擅長驅人體嘅下部之風啊，過樹蓉咧就擅長驅人體嘅上部之風嘅噃。另外，蛇同埋蛇膽亦都可以咧用嚟浸酒啊，非常之好噶。哇！哎呀，李道雄啊，頭先咧喺片段裏面睇到咧，我自己又介紹咗咩叫做咧太史五蛇羹啊。咁其實真正嘅來由我都唔係好清楚嘅啫噃。我就係聽講嘅啫嚇，咁啊傳說咧就係以前嘅北方人，我就北方佬啦，就係唔食蛇嘅，亦都唔識飲蛇湯嘅。咁大概清朝啊，有乜300年前到啦，咁就一個就身為太史嘅，太史即係而家就等於係歷史博物院嘅院長咁職位嘅咧，就去到南方啦，去到廣東啦，咁佢病咗，我諗都係冬天啦，咁梗係頭痛啊，咁啊又有啲喘啊痰多咁，結果咧就民間咧就俾咗一碗即係羹佢飲啊。飲完之後咧，啲病就好咗。原來嗰碗湯咧就以毒攻毒，就係呢五種毒蛇溝埋嘅。咁佢翻到北方之後咧，梗係朝廷上報啦，咁就話俾皇帝聽啦，咁就有咁嘅一個妙品。咁啊，最後咧就無以定名之，咁就叫做佢以佢嘅職位嚟定名，就變咗太史公嘅五蛇羹。嗰個公字唔好聽，於是叫太史五蛇羹啦。哇！原來有咁有流長嘅歷史喺度嘅，唔怪之得啦。其實不過咁，我覺得咧，嗱，蛇同埋蛇膽都係好普遍啫，冬天好多人都識得食噶啦。都唔係話認真特別啫噃，有冇啲特別啲嘅介紹先？哦，阿鳳，你想特別啊嘛？以下落嚟呢樣嘢咧，睇下你認為特唔特別啦。係啊，又好。嗱，呢一副咧就係牛嘅生殖器官，咁因為佢嘅體積太大啦嚇，咁首先咧就要將佢切細佢先，然後先至可以烹調嘅。嗱，依啲就係佢嘅配料喎，咁係有杞子咧、北芪咧、黨參同埋原肉嘅。嗱，整好曬所有嘅材料之後咧，就要將切好嘅牛鞭咧就拖下水先，咁去清嗰啲味道。咁然後咧就可以準備咧放入呢個燉盅入邊啦。嗱，首先咧係要將嗰啲藥材咧擠咗入去呢個燉盅入邊先，咁然後咧再將呢個處理過嘅牛鞭咧就放埋入去，咁啊同埋上湯咧，嗱而家擠好入去啦，加埋呢個上湯喎。咁啊，將佢咧燉6至8個鐘頭到咧就可以得噶啦。嗱，牛鞭同埋牛膏丸咧，除咗可以愛嚟燉湯之外咧嚇，原來咧亦都可以愛嚟打邊爐噶喎。
嗱，將依啲牛鞭咧嚇，咁擠落落呢個湯底度啦。咁啊，當你食完其他嘅蔬菜啊，同埋肉類之後咧，你就可以攞上嚟食噶啦。我睇下先嚇，有啲已經熟咗噶啦喎。嗯，味道除咗美味之外咧嚇，原來佢個湯底咧一樣係有呢個滋補作用嘅喎。 哇，Robert，你真係有好介紹喎，都咁特別嘅補品嚟介紹俾我哋觀眾睇。不如讓我想問下你啦，我頭先見到你有食到嘅喎，究竟啲味道係點？喂，仲有冇效㗎？有冇效咧？我就唔話俾你知。味道咧，我可以同你講，有冇效都問我，真係咁啊！味道咧，老實講咧，就係譬如燉法嗰陣時咧嚇，即係用燉盅嚟做嗰陣時咧，個味道咧就係會比較上好似食牛孖筋咁樣嘅，冇乜腥味。牛孖筋啊！係啦，咁如果你係好似當係打邊爐咁嚟講咧，就食落去會比較爽口啲咁樣啦。哇！俾你食曬咗，食牛孖筋咁樣。係啦，咁啊 ，Robert 咧呢味介紹咧，的確都係幾特別嘅。不過我仲有一樣。 更加比 Robert 仲特別啲嘅介紹俾大家睇。嗱，而家我又有好介紹啦。咁呢一味咧就係燉苦邊湯啦。咁啊，材料梗係要煮焗啊，就係苦邊啦。嗱，因為苦邊咧佢嘅形狀好特別嘅，而家係曬乾咗，就捲成一餅餅狀。咁啊，材料係好豐富嘅喎。咁啊，材料就有啊，稻仲啦，同埋野生嘅人參啦，當歸啦。 巴戟啦、黨參啦、杞子以及淮山嘅，咁啊，淨係睇到啲配料啊，就知道呢味燉品嘅味道係唔簡單啦。啊，而家呢盅啊燉好啦，咁呢啲係正式古法配方話嚇，仲要用酸紙包佢燉，約摸燉5-6個鐘頭到先至飲得㗎。好，打個鐘睇睇先。 嗱，咁佢嘅益處咧，就真係多啦。尤其是對男性嚟講啊，係有壯陽啦、益精啦、治陽痿啦、陰勁痛啦、益肋骨啦、補腎啦，同埋益中氣嘅噃。哇！一打開咗個盅蓋之後，你聞下嗰陣味真係香噴噴嘅。咁啊，據呢個師傅就話俾我聽咧，飲呢味湯之前咧，最好就先飲啲酒，咁效果會更加好嘅。 如果係大家仲想知清楚啲，我正話介紹呢碗燉苦邊嘅材料咧，而家留意住咯喎嚇。好啦，咁佢材料咧就係高麗參1支、苦邊1支、咁啊杞子2錢、黨參2錢、淮山5片，一齊燉6個鐘頭到。 咁咪飲得啦！哇！喺睇咗咁多冬季嘅補品咧嚇，阿鳳你同你兩個將會揀邊一款嚟試咧嚇？我啊，我諗我一個月試一款就夠啦。咁試得嚟咧，都已經夏天到啦，唔需要再飲啦，係咪？阿鳳你又點啊？你問我，多餘嘅男士嘅補品都唔啱我嘅，尤其是見到嗰啲一條條嗰啲啊，蛇啊，哇！即係喐下喐下，真係好驚啊！打曬冷震啊！我諗咧，我都係食翻啲咩燕窩啊、烏雞啊嗰啲嘢咧，仲好啊！ 講開燕窩烏雞啊，嗰啲你又真係真係眉飛色舞啦，補養顏啊嘛，你真係好餵食嘅。嗱，講完食咁多啦，我哋不如講翻下一個環節咧。下一個環節咧，我哋係請到香港嘅肝病學會嘅代表咧，上嚟同我哋講講而家香港好流行嘅乙型肝病嘅問題。我哋一陣見啦。 其實咧，本來係節目一開始咧，想同你哋講嘅，結果我唔記得咗，而家再提翻。就喺上個禮拜咧，我哋咪喺節目度講關於人體嘅性敏感部分嘅，結果有位新聞界嘅朋友咧就喺報章度批評我，就話我識少少扮代表，即係話呢啲嘢唔應該係你度同講，應該係啲專業人士講先啱啊。啊，呢一段嘅報章我都有睇到啊，李彤。咁我睇嗰陣時候咧，我都好戥你唔抵啊，咁因為咧，我覺得咧，尤其是係我哋嘅生理衞生常識咧，我哋所有嘅資料咧係由專業嘅人士啦，或者係醫生啊提供意見嘅。咁況且咧，我哋公司咧仲有啲嘅資料收集嘅人員啦，佢哋為我哋提供咁正確嘅資料咧，我哋先至由我哋把口講出嚟嘅。咁至於佢喺報
專家上嚟同我哋講解呢啲性敏感嘅部位咧。咁實質咧，我哋嗰集就有請到專家嘅噃。咁可能咧，呢一位嘅新聞界朋友咧就睇唔清楚啦。不過咁樣，無論點都好啦，都好多謝呢位新聞界嘅朋友咧，經常捧我哋場嘅，善意嘅批評咧，我哋都係好樂意接受嘅。嗱，講翻我哋呢一個環節啦，好嘛？嗱，生理衞生環節咧，大家有冇留意到香港而家最近咧有一種好流行嘅病咧，就係乙型肝炎喎。咁今日咧，我哋係請到咧香港肝病學會嘅楊醫生咧，上嚟同我哋講講呢一方面嘅問題嘅。我哋有請楊醫生，歡迎你，歡迎你，楊醫生，請坐，請坐。係啦，楊醫生，等我首先發問問題先啦嚇。咁啊，其實咧肝炎咧係點樣形成嘅咧？同埋佢嘅肝炎菌咧嚇，對人體係構成啲咩破壞咧嚇？其實肝炎咧就可以有好多成因可以完成嘅，就主要咧就係佢令到個肝臟細胞咧受到損壞咧，咁就令到個肝臟功能衰退嘅。咁個成因咧，譬如可以係酒精過多啦、藥物啦、就工業氣體啦，而最重要嘅咧就係一個肝炎病毒。而呢個肝炎病毒可以分幾種啊，譬如甲型肝炎啦、乙型肝炎呢兩個係最普遍嘅肝炎病毒。另外仲有一啲嘅非甲非乙類肝炎啦，同埋最新嘅一種叫丁型肝炎。如果丁型肝炎咧，主要係喺呢個乙型肝炎帶菌者身上先至會發生。哦，咁樣，咁佢對於呢個人體嘅破壞性係去到點樣嘅程度咧？如果你受到呢個病毒感染嘅時候咧，咁佢就會損害你個肝臟功能啦。咁如果輕微嘅咧，可以冇咩病徵嘅。咁而係如果你患上呢個急性肝炎嘅時候咧，你初頭咧就會係有食慾不振啦、冇胃口啦、嘔吐啦，咁然後跟住咧就有黃疸嘅跡象發生啦，即係咧面黃啊、眼黃啊，然後同埋啲小便咧呈現茶色。咁多數嚟講就啲病者咧都會康復嘅，但係嚴重起上嚟咧，可以有1%咧嘅病者咧因為急性肝炎咧而死亡嘅。哦，係咁樣。好清楚。咁楊醫生，我想問一問啊，其實肝炎啊，佢嘅傳染途徑咧係點嘅？或者會唔會可以有分啊季節性咧，或者夏天多啲，冬天少啲咧？就甲型肝炎嚟講咧，就主要咧就係個食物傳染嘅。咁受咗污染嘅食物啦，你未經煮熟嚟食咧，咁就會啦；或者受污染嘅食水，你未煮滾嚟飲咧，亦都會傳染到嘅。所以多數嚟講咧，甲型肝炎咧就喺春天同夏天咧就比較多啲嘅。咁就乙型肝炎咧，就主要係個血液同埋分泌液傳染嘅。咁所以咧個季節性咧就冇咁明顯嘅。咁而個血液傳染方面咧，喺香港嚟講咧，就個母嬰傳播係最緊要。咁而40%嘅乙型肝炎咧，就係由母嬰傳染得翻嚟嘅，即係咧等於個媽媽佢係乙型肝炎帶菌者嘅時候咧，佢個初生嬰兒咧就有高達90%嘅機會咧係染上呢個肝炎病毒。而越細嘅細蚊仔感染到呢個乙型肝炎病毒咧，就越容易咧做肝炎大菌者。哇，都好犀利嘅呢個情況。咁而家香港啊，患有呢個嘅肝炎嘅情況係點樣樣咧？嚴唔嚴重咧？都好嚴重啊！即係譬如甲型肝炎嚟講咧，就多過半數嘅香港人咧都曾經感染過呢個甲型肝炎嘅。咁但係咧就感染咗之後咧，佢有呢、這個已經有呢個免疫能力。而乙型肝炎嚟講咧，亦都有成半數嘅人咧，將近半數人咧係曾經感染過，而有10%咧就係乙型肝炎帶菌者。咁會唔會仲有啲係特別啲嘅傳染途徑咧？乙型肝炎咧就係由血液同分泌液啦，咁所以正話血液嗰方面提過個母嬰傳播啦，咁亦都咧可以係例如經過針灸啊、穿耳啊、紋身啊咁嗰啲，當你用啲唔乾淨嘅針用喺身上嘅時候咧，就會啦。同埋有啲靜脈癮君子咧，佢哋用唔乾淨嘅針嚟同為自己注射嘅時候咧，亦都會傳染呢、這個乙型肝炎嘅。譬如如果分泌液嗰方面咧，譬如喺精液啊、陰道分泌液嗰方面咧，亦都可以傳染呢個乙型肝炎。所以如果呢個性伴侶係乙型肝炎帶菌者嘅時候咧，咁就會有一個機會咧係感染到呢個乙型肝炎。哦，即係換言之，你嘅所講咧就係性行為都好容易染上到呢個肝炎嘅。咁例如一個伴侶啦，咁佢哋通常都或者會喺埋一齊，就會有接吻嘅情況啦。咁接吻會唔會影響到佢一入就變成帶菌者咧？又就口水方面咧，就比較個精液同分泌液咧個機會就細啲嘅。咁但係如果你個啱口腔有有損啊咁樣嘅時候咧，咁就機會就會比較增加啦。好清楚啊！係啊，楊醫生，想請教下你，就既然係呢種病係咁嚴重啦，咁我哋應該點樣去預防佢先至啱咧？
就預防的方法咧就好多種嘅，譬如甲型肝炎，佢係因為食物傳播啦，咁所以你注重個人嘅衞生啦，唔好食啲未煮熟過嘅嘢或者未煮煲好嘅水啦。咁因為甲型肝炎嚟講咧，暫時嚟講咧都未有一個疫苗咧係可以預防呢個甲型肝炎嘅。係啦，講起就係食嘢啦，咁而家冬天到啦，咁啊我哋香港人好中意食火鍋打邊爐嘅。咁啊，照估計嚇，咁既然係打邊爐都係煲熱咗啲水嘅，咁係唔係嗰個傳染嘅方式就比較冇咁容易傳染到咧？如果你打邊爐嘅時候啲水係滾咗嘅咧，當然你個機會唔係咁大啦。但係有咁啱都咁巧，你啱你嗰嚿煮熟咗，啱夾起，而另外隔離嗰個啱擠嚿生嘅一揩落你度，咁有咁啱都咁巧嘅時候，都會有一個輕微嘅機會。即係咁都係比較要小心啲啊嚇。咁另一方面就係，譬如話已經有一個係屋企有帶菌者啦，咁佢如果又同埋屋企人一齊食打邊爐，係咪都應該隔離嘅？等佢唔好即係同埋屋企人一齊。小心啲咧就冇問題嘅。係應該咁小心啲啊。咁啊，正確嘅防止蔓延方法應該點樣咧？嗱，即係話甲型肝炎提過咧，就主要就係食嘢嗰方面小心啦嚇。而乙型肝炎咧就有兩種方法嘅，一個咧就係丙中球蛋白，就係一個被動性嘅免疫方法，就打啲丙中球蛋白落去咧，就有一個短暫嘅保護能力，就大約咧係三至六個月嘅。咁譬如你沾染咗呢啲乙型肝炎嘅血液嘅時候咧，你即刻打呢個丙中球蛋白咧，就可以有一個短暫嘅保護能力。但係因為好貴咧，同埋需要幾個月打一次咧，所以就唔係好實際。咁而有一個咧就係乙型肝炎疫苗啦。呢個疫苗咧就係打一啲乙型肝炎嘅抗原喺個身體嗰度。咁等你身體咧就產生一啲抗體出嚟，咁咧就經過打三針嘅疫苗之後咧，咁就變咗咧可以產生到足夠嘅免疫能力對付呢個乙型肝炎嘅。哦，佢講得好詳細啊！另外咧，我想請問一下你哋係香港肝病學會啊，係你有冇為市民啊做過啲邊一類嘅宣傳活動啊，或者係啲文告咁樣咧？就我哋香港肝病學會咧，就喺舊年先成立嘅啫。我哋就係一班對肝病有研究同埋有興趣嘅醫護人員型組成嘅。咁我哋其中一個宗旨咧，就係為市民咧就提供一啲關於肝病嘅常識嘅。所以咧，我哋喺今年咧就12月3號、4號咧，就喺大會堂嘅低俗展覽廳主持一個肝炎與你嘅大型展覽會，咁咧就同除咗有啲肝炎嘅資料之外咧，咁咧就有一個免費嘅就超聲波檢驗啦，同埋咧為頭1000個自動參加嘅想知道自己係咪乙型肝炎患者嘅人士咧，接受呢、這個血液嘅檢驗嘅，同埋如果佢冇免疫能力而唔係帶菌者嘅時候咧，咁我哋咧可以同佢注射呢個疫苗添。楊醫生，我有一樣疑問嚇，就一直係我哋咧，就譬如我哋工作啦，時時就疲勞過度，亦都會產生一種好似肝功能衰退啊，或者係肝病。咁同呢啲甲型、乙型、丁型嘅又有冇關係嘅咧？我諗身體疲勞咧，就即係唔係咁大關係嘅，即係只係咧好多時個肝炎嘅其中一個病徵咧，就係個攰啊咁樣樣啫，咁就同即係就咁做完嘢攰咧，就同個肝炎係冇乜關係嘅。咁另外我仲想你同觀眾咧就講清楚一啲，因為我諗好多人仲混淆咗乜嘢叫做甲型肝炎，咩叫做乙型肝炎嘅，你可唔可以再講個甲型肝炎係乜嘢嚟嘅？即係甲型肝炎咧，就主要係即係兩個都係嗰個病毒。咁個傳染嘅方法係點？咁就甲型肝炎主要係個食物啦，食物嚇食物咯，甲型就食物為主嘅傳染到就。咁乙型肝炎咧就係嗰個血液同分泌液啦，而仲有一個最大嘅分別咧，就係甲型肝炎咧就唔會康復咗之後咧就唔會係有呢個帶菌者嘅情形嘅，而乙型肝炎就會有呢個帶菌者情形。同埋咧，如果你係帶菌者嘅時候咧，就有25%嘅機會咧，你將來可能會演變成咧係肝硬化同埋肝癌嘅。哦，咁就好嚴重啦！好多謝你楊醫生嚇。今日咧，其實真係好多謝曬楊醫生同我哋上嚟講解咧肝炎嘅病徵啦，好詳細嚇，多謝曬你。咁啊，李道雄啊，下一個環節係乜嘢？知唔知啊？我梗係知啦。下一個環節咧，我哋請到一位來自台灣嘅美女啊，咁拍咗一出非常之有特色嘅 MTV。廣告翻嚟之後，我哋再見啦。你再見。下個環節見。李道雄啊，你都成日飛去呢個台灣啊嚇，
即係台港兩邊飛嚟飛去，你對台灣梗係好有認識。我去台灣咧去咗好長一段時間㗎啦，咁啊最近先翻嚟香港嘅。但台灣有好多優點嘅，譬如個風景美麗啦，仲有歌仔咧唱咧《阿里山姑娘美如水》嚇。咁所以今日我哋要介紹一個 MTV 嘅美女咧，就來自寶島㗎啦，大家一齊留意睇睇啊！呢位 MTV 嘅嚇靚女咧，都幾有佢嘅風格噶噃。係啊，好啦，咁啊，琴日咧就有一件影壇盛事喎，兩位拍檔啊，就係從事電影導演工作40年嘅張徹大導演咧，佢舉行咗一個紀念盛會喎。啊，據我所知咧，當日咧有好多人去參與噶噃，而且你都去咗喎。冇錯啦，咁啊，我仲訪問咗好多位一齊喺度嘅導演添，咁啊，大家一齊睇睇當時嘅盛況啊。當日嘅晚會咧，就係用李白嘅詞一合拍行作為一個背景嘅。咁你睇張徹導演同埋佢拍檔啦，呢位剪接師啊，好有名噶。咁呢位徐克導演啦，喺度食緊嘢。咁啊，姜大衛啊，好多都係老同事啦，好多年冇見啊，豪哥啦。咁啊，亦都有好多性格演員咧，就平時咧都好少出現啊，喺電視度嘅。嗱，呢位就係我哋嘅形象顧問劉天娜小姐喺度讚緊我形象好啊嚇。真係？係我自己作嘅。啊，我哋嘅李生賢先生嚇，大家見。係啦，佢公僕形象啊嘛嚇。咁啊，盛會度咧唔止話導演啊、演員啊、新聞界朋友啊，仲有好多係幕後嘅工作人員啊，譬如黃沾咧就喺度做緊司儀啦。
咁啊，黃沾咧就今日啊講嘢非常之清醒啊，因為林燕妮小姐喺佢身邊，唔准佢飲酒。最後咧，由吳宇森召集曬所有嘅意見，準其成。張先生，咁啊，張傑導演咧就大家請佢上台咧，就講幾句説話嘅。咁佢出乎我意料之外，佢廣東話講得相當之好噃。今日就好多老朋友見面，大家係話好開心。老朋友都傾緊偈，我講嘢都影響大家老朋友傾偈嘅情緒，啊！反正今日多謝大家，每個人都開心。咁咧就全體工作人員啦，包括即係張傑導演嘅計仔團啦，以及嘅導演團啦。咁有個特色啊，大家留意睇下嗱，鏡頭拉開咧。咁啊，成組人咧都係男士嚟嘅，原因咧就係張傑導演嘅戲入邊咧女士特別少嘅，咁而家先至有幾位女主角出現下。從事一個行業40年係一件唔簡單嘅事，而喺呢40年之中咧，仲要領導潮流、創造奇蹟，更加值得令人向佢尊敬嘅。咁今晚呢個聚會咧，是一群電影導演所發起的，目的就是向一位對影壇作出非常大的貢獻的巨匠所敬禮，他就是張徹大導演。張徹導演，恭喜你，恭喜你這部40年來的紀念作現在成功開鏡了。另外一件事就很想代表觀眾就請問一下你，你在這40年來究竟在電影圈裡覺不覺得得到什麼，還有有沒有什麼遺憾而失去？而且呢次咧有咁多後起之秀嘅導演同埋你嘅學生聯繫到呢部紀念作，你嘅感覺係點？那麼一個40年的最開心嘅樣子咧，就係香港嘅電影從好低調嘅情形之下啦，變得而家咁樣咧，好繁榮、好繁興盛咁，好興旺咁情。那么在当年的香港电影呢，还一般上场和一般知识分子呢，不但投入工作了，同时还完全看不起个电影。那么现在经过40年来，香港的电影华语片还有大部分的时间都压到西片，成为一种好兴盛、好旺的一种行业。那么好多知识分子、好多上场的人中意香港電影，有好多投入香港電影工作。那麼依個係40年來咧好大嘅變化。那麼如果講有唔滿足嘅地方咧，就係講香港電影咧應該可以從高度發展。那麼到而家為止咧，未達到真正理想嘅地步。那么一个没达到真正理想的地步呢，多少呢受市场、受环境的限制。如果香港电影可以更加放阔一个使个环境可以放大啊，使一个市场的情景不依赖一个两个市场，那么香港电影呢可能有更大的进步，但是目前讲没做到这一点。那么在我本身讲，我年纪就好大了，未必可以睇到香港电影最好的发展，但是我希望有一日可以咁发展。那么朱金文，我咁样年轻朋友帮我拍一个40周年纪念作呢，我觉得好开心，同时好多谢佢哋对我嘅热忱。那么我希望依做依部戏啊，做一个。有纪念上的表演，就是使得人哋有回顾，有对将来的事希望，那么觉得电影一行嘅系值得投入去做。系啦，吴宇森导演啊，咁咧大家都知道咧，你喺《英雄本色》呢部作品之中咧，你又创造咗一个新派嘅男性电影出嚟吓。而咁巧咧，张彻导演咧喺佢个时代亦都系专拍男性电影噶嘛。你可唔可以講俾大家聽下你哋之間嘅分別同埋相同嘅地方？我諗相同嘅地方咧，大家都係以中國傳統嘅仁義同埋嗰個情義嚟做出發點啦。咁啊，而且咧喺呢一方面咧，我係喺佢嗰度係學咗唔少嘢嘅。
咁啊，所謂分別咧，就係佢啊純中國，同埋好純好傳統純粹嘅嘢嘅。我咧就比較係趨向於喜歡啊加入埋法國式嘅浪漫啊，因為係我早期最初學電影嘅時候咧，受法國片同埋日本片咧嘅影響好大。咁我咧就所以變咗比較加入埋西方啲。咁啊，同埋雖然係同樣都係以陽光男性為主咧，但係我就比較喜歡係注重演員嗰個人性嘅表現方面，咁就同埋比較細緻嘅刻畫。咁咧就所以我用嘅演員咧，除咗係光之外咧，仲有佢內心嗰個係柔性嘅一面，即係人嘅真正嗰個性格。咁咧就再加埋嗰個浪漫嘅意識，咁啊使到係現代觀眾睇起上嚟咧，係會更加有一種投入同埋新鮮感。嗱，坐我身邊呢位咧就係演而優質度嘅李修賢先生嚇。咁啊，修賢啊，咁啊，大家老朋友都唔好客氣啦，又係華中。咁啊，今次啊張智頓呢部啊四十週年紀念作咧，你係導演團之一啦。咁可唔可以同大家講講你哋點解有呢個構思，同埋你哋之間嘅合作啊係點樣嘅情形咧？咁啊，呢個就係話。我哋成班嗰個構思咧，就係話，張導演喺四十年嚟培育咗好多新嘅電影嘅幕前幕後嘅工作人員，亦都帶俾我哋好多電影製作上面嘅經驗啊，同埋嘅長處又好，短處又好，我哋喺佢嘅戲裏邊啊學到好多。咁我哋構思呢個製作嘅時候咧，我哋就成班導演咧都希望。有張徹以前的電影裏面一個影子喺度，而亦都希望我哋以前拍過張徹電影的演員又好，幕前幕後的工作人員又好，都去參與呢件事幹。咁喺我嚟講，我哋就話喺電影裏面學到嘅嘢，最終張徹最早期，張徹點樣教我哋，佢點樣成功咁樣建立了英雄片和武俠片的地位。那我們拍這部戲呢，都是環繞著它這個環節和這個主題。那我們會拍它這部戲裡面有以前張徹導演的電影裡面的一個特色之處。詹哥，究竟這部是什麼的電影和它的片種是什麼，你又為什麼會選到這個題材呢？戲呢就選，為什麼選這個題材呢？全部是Hello， 阿龍哥 ，Hello，Hello， 就實在係呢個全部佢啲大弟子，係，同埋佢一兩個朋友啦，咁即係包括我啊、阿吳宇森啊、徐啊咁樣商量出嚟嘅，就都係張徹風格嘅動作片、英雄片嚟嘅，係，咁一來就因為呢套戲做嘅人好多，佢全部啲大弟子幾乎出齊啦，嗯。龍哥啦，狄龍啦，姜大衛啦，修賢啦，哎呀，數唔清咁多啦。八十年代嘅弟子添啊，係都響應翻嚟做。咁啊，唐佳都出山做演員，咁你點整咧？係嘛？咁咁多人咧，梗係要動作片啦。警匪動作片係好啲嘅，係有啲幫會嘅嘢嘅，但係就著重講個義字，所以套戲都有個義字。係啦，徐導演啊。有樣嘢想同你請教一下嘅，就係有好多導演咧，就中意喺啲以往嘅其他嘅電影之中咧，就得到啲靈感，然之後重新演繹出嚟。但我睇過你嘅《蝶變》啊，同埋《地獄無門》咧，都可以話係一種全新嘅概念去拍出嚟嘅武俠片嚟嘅喎。咁啊，張徹導演嘅作品啊，同埋你嘅作品啊，你可唔可以講俾我哋聽，佢最大嘅分別係乜嘢咧？我諗張徹導演。同我哋而家依一代嘅導演嘅個作品最強烈嘅分別就係話，嗰陣時喺六十年代啊七十年代初期嘅時候咧，嗰啲動作片好少係咁真實感嘅，我哋打鬥咁真實感。但係嗰陣時就佢有六十年代同埋七十年代嗰種浪漫嘅嘢。但係去到我哋而家嘅時候咧，我哋依班人咧，我哋而家做嘅嘢就將嗰個現實嘅生活嘅嘢擺咗落去。咁啊～即係一方面係將嗰個動作同埋嗰個劇情方面咧個浪漫咧，用而家角度去拍佢之外咧，其實我哋又加咗其他嘅我哋而家角度嘅嘢入去，所以係唯一一個唔同嘅嘢地方喺度。咁啊，龍哥啊，
咁我哋知道咧，你就係張徹導演嘅最早期真正嘅契仔之一啊！咁喺你哋契仔嘅眼中啊，契爺究竟係一個點樣嘅人嚟嘅咧？一個人咯，佢係一個知情知性，係可以講都係性情中人啦。佢咧就外咧就好冷，內心好熱，即係佢對自己要求好高。就同埋咧，佢就小事糊涂，大事精明，即係佢好容易為少少嘢咧就會發個脾氣。但係譬如講有好嚴重嘅嘢、好關鍵性嘅嘢咧，佢會處理得好若無其事啊，或者好淡定咁，大將人才。嗱，喺我身邊呢個就係影帝姜大衛先生啦。咁啊，姜大衛可以講係又係全中國人都認得噶啦。咁啊，你係張徹導演嘅第二代契仔嚟嘅喎，咁啊，有冇喺契爺即係導演嘅作品之中，你一路演而優則導啦，而家非常成功，有冇偷到啲咩師喺你而家導演嘅作品之中用到咧？我嗰陣時已經好中意，其實好中意做導演，好想做導演。我都十幾廿年前聽你講過，好想做啊！咁就嗰陣時已經係都有話你話偷師實有啦。係啊。咁咧就喺佢嗰度咧。主要咧，亦都學咗好多拍嗰啲人與人之間嗰啲感情啊，嗰啲兄弟情啊嗰方面嘅嘢。五馬導演，咁可唔可以同我講一講啊？你係張徹導演啊，佢嘅作品之中對邊一位演員嘅形象啊，你嘅印象最深刻同埋點解咧？如果講話深刻嘅話咧，因為咧，我可以講話張徹先生嚟講啊，可以講話幾代啊，佢有幾代弟子咧嚟講啊，就係我覺得個個都有翻咁上下噶啦，就係影帝嘅影帝啦，而家當紅嘅當紅啦，但係比較分幾期嚟講啦，所以第一期武俠時代嗰陣時咧，形象比較突出啲嘅就好似黃宇先生啦，因為佢當時嗰個俾阿張徹先生塑造佢嘅造型，佢形象出嚟咧就係一個。大俠，而且佢每一部戲咧，佢都會死嘅，所以佢而且但係佢塑造佢成咧，雖然係英雄，但係死，但係我諗以前睇過張徹片嘅人都記得，黃遠每一次死咧，好少有瞓低嘅，係啊，即係個英雄死咧，但係都企喺度，都企喺度，仲拎埋把劍撐住，所以佢塑造佢好好嘅，所以黃遠佢就可以講話第一代，當時第一代代表性嘅代表性嘅英雄人物嚟嘅。咁跟住落嚟咧就係呢個去到呢個狄龍啦，姜大偉啦。佢狄龍同姜大偉啦，佢兩個都塑造得好好嘅，都係好鮮明嘅兩個角色。一個就係好反叛性嘅，就係姜大偉。反叛性啦，一個浪子型嘅。咁呢個狄龍咧係好忠厚嘅，係忠實嘅，係兩個形象唔同嘅，就係屬於差唔多近乎於拳腳片咁嗰個時代啦。跟住落嚟咧就。所謂可愛嘅啦，就係等於係富星啊，而家佢已經作古咗啦。富星就係又係好活潑啦，另外一種形象。所以喺張徹手下塑造啲，等於係呢幾代都好明顯啊，即係嗰啲人物啊塑造得都好好，我覺得。阿劉家榮導演啊，你嘅作品同埋劉家良師傅啊、張徹導演咧，就大部分都係以硬橋硬馬式嘅形態嚟嘅喎。咁喺你個人嚟講嚇，你覺得硬橋硬馬嘅電影可唔可能再喺香港或者世界各地掀起一個新嘅高潮咧？我諗呢個係遲早問題啊！我諗最多都係過多一年半載添啦。係啊，因為如果你拍翻以前咁嘅硬橋硬馬咧，就可能會舊啲，但係一定要將佢哋改少少，創新嚟啊！將佢係譬如話點樣樣咧？即係譬如呢一輪啊，下文都係興嗰啲拳拳到肉啊！搭到亂曬龍啊嗰啲啊，咁咧你就要將而家嘅硬正嘅同埋拳拳到肉嗰啲咧，就加埋以前嗰啲有啲招數嘅，咁就唔好將以前啲一個鏡頭哇打四五十下嗰啲，嗰啲將佢改咗佢。係，即係我哋嘅諗法咧，將來再拍咧，我哋又會咁樣改良。會咁樣改良嘅。好多謝啊劉導演，非常多謝你。
哇！係見到咁多影壇名人都參加呢個酒會咧，可想而知張徹導演嚇都好得人愛戴喎嚇。咁啊，梗係啦，四十幾年真係唔係一個短嘅日子嚟嘅，係咪？哇！喂喂，睇下個表差唔多時間，今日個節目又差唔多完嘅咯喎。不如咁啊，嗱喺度咧，我哋講下十二月份嘅節目內容啦，好唔好？好啊好啊。咁等我講第一個禮拜先啦。第一個禮拜咧，我哋會請嚟袁步韻先生同我哋講下咧《唐西風月篇》嘅噃，佢就會講下石塘咀曾經有一個咧好淒涼嘅鬼故仔嘅。咁十二月份嘅第二個禮拜咧，就有李廣林先生同我哋講下《盡數奇聞異物》，咁其中最特別嘅咧，介紹一個行宮形容嘅匕首，同埋一個我哋猜古代猜妹用嘅戰鬥杯嘅噃。而第三個禮拜咧，我哋就會主題咧就係講講嗰啲私家偵探點樣去查案，點樣捉奸在床啊咁樣，你想唔想知啊？咁最後一個禮拜咧就係差唔多聖誕節嘅啦，所以我哋三位主持人咧就會去到澳門同你哋拍一個咧風花雪月豪光夜嘅噃。咁節目內容咧梗係環繞住澳門嘅夜生活啦。嗱，既然十二月份咁精彩嘅節目內容咧，大家千祈唔好錯過啦。好啦，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再見啦。拜拜。拜拜。